一个球员、一个导演、一个作家能达到什么样的历史地位，是有一套稳定的路径的。第一层级的是球迷的认可，这些东西来自球迷投票和喜欢程度，也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地方。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定位全明星票王。第二个层次，你的历史成就，得了几个冠军，拿了几个得分王、MVP 什么的，有冠军三个以上，MVP 三个以上，FMVP 三个以上。 第三层级是你的专业人士的认可，就是在球员心中、教练心中，你的地位是个实打实赢来的。篮球比赛就是靠输赢打天下，你如果水平更高，你周围的球员一定会称服你。在这一点上，每个拿来这个维度对比的球员，比如科比、奥尼尔、邓肯，几乎都打服了当时的球员，至少他们有三年以上是最有统治力的球员。 所以你看，这三个人出现周周围的球员的态度是服气的，这点詹姆斯就有点欠缺了。 二零一一年被诺维斯基打爆，诺维斯基证明了自己是最好的球员。二零一二年热火战胜雷霆，这一年詹姆斯正式成为了联盟第一人。但是二零一三年热火击败马刺，雷阿伦扳平的一球，廉破老矣的邓肯就不服。果然，二零一四年被马刺血洗。二零一八年骑士詹姆斯率领骑士一比三逆转勇士，问题比赛的过程值得回味。就问一份格林服吗？ 二零二零年湖人的冠军，就算詹姆斯打服了众人，但是浓眉的无解加上当年的局势，这更像是一个乱世中的冠军，和小卡在猛龙哪一年类似。第三个层次是统治力，你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所有人服气。这个零零年至零二年奥尼尔做到了。 零九年至一零年，科比做到了；詹姆斯二零一二年做到了；但是乔丹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、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八年做到了冠军，拿的大家都没脾气。江湖上传闻，防守乔丹最好的方式就是夸奖他，让他心情愉悦，这才是统治力最好体现。 一九九六年，佩顿在总决赛把乔丹的命中控制率的很低，在第四、第五场拿下两场胜利。本来佩顿是不应该让。 乔丹的为什么后来佩顿很少提及他总决赛防死了乔丹？因为后来的相遇，他还是被打爆了多次，只是没被打爆五十分这么丢脸。还有就是九六年总决赛零比三后，江湖一直有传闻公牛是特别想第六战让乔丹在父亲节拿下，这符合几乎所有人的利益。 第四层次对这个行业的贡献，其实当球员到一个地位后，对行业的贡献会变得更加重要。这意味着你在专业人士心中的认可，比如乔丹改变了中锋时代，库里带来了小球时代，诺维斯基带来了金鸡独立这个技术，奥尼尔。 巴克利打的联盟改变了规则，大梦有梦幻舞步，这些都是对行业的贡献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文化的贡献。这种贡献更高，会被球迷长期的记忆。在这点上，詹姆斯带来了什么？ 他带来的是负面影响。前段时间，韦德公开道歉，他们这一代人巅峰抱团带来了负面的风气。字母哥二零二一年夺冠，公开讽刺巅峰抱团这种行为。无论是曾经的战友，还是现在的对手，都是否定这种文化输出。在人类的历史长河来看，任何投机取巧、捷径型的路径都很难长久和赢得人心。更不用提詹姆斯技术的短板，一个人改变了对于走步的吹。 法这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？怪不得从邓肯、禅师、巴克利、奥尼尔、科比这些一线的超级球星和教练从来没有认可过詹姆斯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联盟为什么要捧詹姆斯？是可以和乔丹一样的历史第一，最差也是历史第二呢？而且似乎大多数人也认可这个视角。你要看到商业维度。 一个联盟会承认自己现在的头号球星在历史前十都排不进去吗？那还会吸引球迷来看吗？每个时代的球迷其实都喜欢自己现在看到的偶像是最好的，这是一种心理。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低谷时代。 喜欢的电影都是三流的烂片，这是一种心理。所以从联盟到这个联盟，利益相关的人都不会说詹姆斯够不上前十，他们会迎合，会制造这方面的话题，用来炒作自己的流量和影响力。一切的真相只有这个球员退役后才能慢慢揭晓。最后还有第五个层级，传奇色彩。传奇色彩能够让一个球员超越自己的行业，进入更高的档次。对于 NBA 球员来说，能够到这个层次。 的估计只有迈克尔乔丹。乔丹退役，美国股市大跌，父亲被杀害。最后因为完成父亲的梦想去打棒球。一九九五年回来输给了魔术。一九九六年在父亲节夺冠当天抱着奖杯痛哭。九七年的流感之战，在食物中毒情况下对抗玄冥二老，在局势令人恐怖的高原主场独得三十八分拿下比赛。全程看球你都会觉得他随时会倒下，但是他就是坚持到最后。 九七年，他感动了一代人。注意的是，不是球迷，他是让他的粉丝讲起他的时候都充满了骄傲。这已经不是球技，而是精神，是一种文化感染力。九八年，世纪一头在总决赛最后一战，皮蓬几乎大不了，八十三分得到了。 四十五分，一己之力击败了更为强大的爵士队。那年的爵士强到什么程度？他们在西部决赛四比零击败了奥尼尔、科比、艾迪琼斯、范塞尔四个全明星的湖人队是四比零，而公牛即将分崩离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公牛不可思议的赢了。说句很不客观的话，如果整个二十世纪历体育历史。 想选一张照片代表整个二十世纪的体育的话，那么这张照片是很可能入围的。这三个故事，每个都可以独立被好莱坞拍成一个独立的精彩故事，甚至。 导演、编剧都会因为太过完美，不敢如此胡编乱造。但是这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。这种独特性带来了今天的乔丹的历史地位。詹姆斯在哪里？詹姆斯在第三个层级里就已经上不去了。最后还是魔术师的那句话：乔丹自己在一个档次里，我们其他人在另外一个档次里。